2022年4月9号，那个酋长岩游隼，今年的第四次了。今天来去寻一下哈。现场有几支炮了，人不多，看起来大家都在休息啊，好可怜啊，两支炮而已。你好，问一下哈，雏鸟孵化了吗？怎样？雏鸟，对，还看不到，还看不到，还有孵化了吗？那个应该孵化出来了，应该孵化出来了。再猜一次，应该是孵化。哦，好，那不错啊。因为四月初了嘛。啊，对啊，对啊，我想说四月初。但是不晓得几只啊。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今天风有点太大了，录影出来画面会晃。然后志工说可能孵化了，不晓得几只，然后现在好像没有青鸟在家，我先架炮了。架好炮了，目前看起来真的是不在家，所以就再等等吧，再等一等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回家吧，对对对对对。这一台也在录影啊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的画面？画面的你有对，你说可以播上网了，对不对？这么可爱。然后我奶奶看到说：“为什么我会被播上？”然后我就你没有跟他讲，说一个什么？不要，不要跟他讲啊！好。不会，你不会看到，应该不会看到。有。网路去查就看到了啦。对。查就看到了。来了，在。竟然都不在家嘞。对。漂亮。我竟然没有按到录影，漂亮，冲了。我竟然没有按到录影，漂亮，冲了。真的有点怪哈、哦，有一个真的。好，右边的还在吗？右边的应该要飞了吧？对啊。左边，那走进去石头后面了，母的。空拍机。啊。那边有。我的酋长岩的第三台，今年看到的第六台。三台空拍机。三台，来了，回来。有一只有，为什么飞在那里呢？没看到哎、欸。它在石头上。你要沿着石头上，应该还会在飞。我觉得那边它停不住。鸽子，这只是鸽子啊。这是鸽子吗？这只是鸽子飞来这里，不要命的。这只是鸽子，石头上这只。它找死哦。对。哎、欸，这只回来，这是谁？这是母的。它脚上有东西。旧的食物，对，应该是的，对，应该是的。公的飞了，公的
这里飞得好漂亮，好，公牛我有拍到。母的回来嘛，我画面里面有母的，对不对？好漂亮，谢谢你。谁？他脚上的东西。鸽子吧。那是花鸟吗？那是旧的食物。对，应该是啊。公牛飞了。公牛也飞了，漂亮，好，公牛我有拍到。母的回来嘛，我画面里面有母的，对不对？好漂亮，谢谢你。公牛去哪里？公牛飞了。可以飞了，漂亮。所以是母的。来了，有声道啊，不见了，回家漂亮。来了，有声道啊，不见了。哎呀！我抬头抬到头都酸了。我的脚呢？母的还在，我帮你们看母的。好，谢谢。你说要几号来？七。五月七号，好，下午三点。好。不见不散，风雨无阻。下雨就不要了啦。啊。好好好，拜拜。我黑露脸了。黑露脸啊，你跟我讲过了。